人法律辅助金。二一，请启动，揭开职涯心想事成，让我们一起掌声鼓励。一来祝福现场所有的求职者都可以在我们高速成功分署还有我们劳动部的服务之下。介绍，我是来自港都电台的 DJ， 手举牌看向正前方，我们的屏东救国会是凯莉。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屏东救国会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有好多的单位一起的支持。许明春许部长，部长好，谢谢我们的阿春部长，真的是最力挺我们的劳工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求职。介绍的是我们立法院立法委员廖婉如委员，欢迎委员，谢谢委员今天特别拨空莅临，是我们财产法人法律服务，谢谢。啊，先生好，我感谢哈，今仔在场贵宾吼，到莅临，哦，咱今仔就业博览会来现场，哦，也感谢您。那这两年多来哈，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很多大型的活动都取消哈。那今天是劳动部，哦，回违两年多以来哈，那么办理的第四场的实体就业博览会。那阿春部长也是咱屏东的查某囝哈，所以咱等下我的故乡啊，今仔来为咱的乡亲、咱的啊许多好朋友来服务哈，感觉足欢喜的哈。啊，而且嘛特别感谢哈，我们今天在场的立法委员哈，对劳动部各项业务的指导跟支持，哦，那也要谢谢今天来设摊的我们的精彩的这个企业跟厂商们哈。那么提供优质的职缺，大家都像家人一样，为我们求职者哈，可以顺利找到工作哈，来互相帮忙哈，提供好的职缺，所以非常感谢哈。那我们也看到这几年来，屏东县政府努力在推动农业科技化，还有我们的观光精致化，同时呢，也建立新兴的产业聚落哈，像是屏东县政府哈。规划开发的废土的产业园区，那这个园区呢，主要是打造低污染、低化我们产业，稳定我们汽车车的零件、制造业、制造业还有绿色产业等。那一个里边的气候哈，开始超商了。那预估呢，这个产业园区可以创造超过1000个在地的就业机会哈。所以呢，最近哈。屏东的就业科技 IT 都有哈，太多了哈。那不过咱这个产业园区哈，我相信他们企业开始启动以后哈，那他的就业的档口，也特别够用，都是可以找到相关的工作哈。所以提醒一下，感谢咱屏东县政府哈，为咱的。早大家好，好，大家都在忙没关系，因为难得这个机会了哈。那我也要谢谢许部长哈，因为他是屏东人，特别关心屏东，尤其看到新闻呢，我们真的很多年轻人因为就职的关系，或者是对一些求职的误解当中，有的被骗到柬埔寨去了。屏东听说去那里的被骗的最多的是屏东人，屏东里面最多的是原住民的这个好朋友们。所以今天有这个就业博览会来到屏东，我们真的要谢谢我们许部长，谢谢谢谢。因为呢，屏东说的是国境之南呐，吼。那虽然我们现在从工业区升级到科技园区，然后包括现在有农业科学园区，都是园区，但是很多在就业的这个机会当中没有办法。每一个可能要求职者没有办法一一到各个场域当中去了解我能不能去申请啊，我能不能去应聘啊或等等的。所以呢，今天有这个媒合的平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让我们屏东的年轻人，不管是应该不是老中青了，就是包括年轻人就业的、中年人就业的。你看那个荣务处处长都专程来了，还有银发族就业的，我刚刚呢先来绕了一大圈。我觉得除了我们产业特色的摊位之外，各行各业的求职人才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让我觉得非常肯定。尤其呢，
55岁以上银发族的就业服务也有。我说，哎，我要看那个摊位就好了，未来可能也有需要哈。至少在我们面临的一些选民的成分当中呢，有很多很多，除了父母亲担心子女的就业之外，也有很多自己个人在就业的产业当中也要寻求协助，包括年纪大者哈，也需要有一个就业的协助。因为实际上现在啊，整个通膨的关系，包括呢薪资。屏东县政府很高兴可以跟我们高屏屏东分署来协办他们办理这一场屏东地区的就业活动。那我想我们屏东的就业呢，是我们公部门持续在努力那我们屏东县政府特别在今天这个活动除了协助来推动屏东在地厂商来征才呢，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设立我们屏东县政府劳动青年处的摊位，那里面也有我们青银就业的银发族群就业，也有原住民的就业的，还有我们职业安全的宣导。那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来丰富这个活动的内容，那也期待呢我们屏东地区的民众把握今天的机会能够来这边参与征才我想工作的项目非常多，而且所提供的就业薪资也不错，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机会，在这边找到满意的工作。我们屏东县政府劳动中心的发展处，那我们也有那个就服务台之外，竟然也有那个就是银发族的，那加上我们的职安，所以呢就把就是我们多元的部分，然后来展现出来，然后参加这次的就业博览。谢谢。那我们搜寻粉丝专页，然后就可以抽奖。民众投进去，然后跟我们喊这个 slogan， 这是我们的麦克风，那我们就可以送他一个小礼物，然后顺便来宣导我们今天高龄劳动力，然后跟青年共好一个职场的人和，这样子，嘿嘿嘿。我们的服务对象呢是55岁以上的退休民众，然后呢我们有安排课程就业，或者是呢你要到企业去当一些老师都非常 OK 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高屏同工这边屏东区这边，就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看我们的服务辖区很广，到澎湖也都有。你公司在哪？在内埔啊。我们的原水就是属于在地屏东北道淡水，是属于碱性水，然后我们在经由我们的一些的进口的设备，然后把我们的 pH 变成我们的 pH 9.0，然后我们里面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除了硒啊、钙啊，对人体喝了都有帮助以外，再来就是我们 pH9.0的水，喝了对我们新陈代谢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比利时风味大赏的三颗星，这个是在目前在市面上全台湾就只有我们这支药 pH 9.0 有得到这个荣耀，有三颗星而已。电脑网路线，实际上在用路线，就是用这个线。有的比完全轻轻拨就可以得出来了，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有的有会。路线接到你家里面的电脑，有点熟悉。然后就是那一个，然后再按照纸上的这个排列顺序把它排列在。然后我们先做第一次的仪式，先把它。先剪一次，然后我们再按照这个顺序这样子。其实给它插进去。插进去完之后，一只手要继续顶着，然后拿起我们这个压接工具。然后有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样子？你
你到底之后我们这个不吃饭收拾饭，我的杨顺顺的推进来加进去 OK， 那早就做好了。屏东市民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台湾屏东基进，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就业博览会过来我们给我们的就业朋友打气，希望我们在这个年纪之后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那请心情支持我们的屏东基进很友好。那个拉玛国际，那我们公司的话是位在屏东农科园区，对，那我们在竹田的部分有我们的繁殖场，对，那我们公司主要是进行观赏鱼跟观赏虾的繁殖还有外销，那主要出口的客户群都是在欧美还有日本那些比较高端的消费市场，对，那观赏虾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因为长期的观赏虾的那个繁殖的经验，我们的客户其实对我们都很信任。那观赏水族很重要一点是从活体衍生出一些它配套的一些周边，那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始去做一些观赏虾在使用的周边耗材，对，用商品的东西来去建材，对，因为商品比起活体来讲，活体也许我们大家都有一样的活体，然后它拿回去以后也可以去做繁殖，那但是周边商品的部分的话主要是在提高我们品牌的附加价值，让大家去多认识我们拉玛国际这个品牌，那可以连带的去推动我们国体的一个销售这样子。